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您，让我们在礼拜一我们可以再次的相聚。我们也欢迎钟老师还有宇瑞凯英老师来到我们当中，也让我们在一起分享当中来体会到主你的爱。也特别在这个礼拜，就是母亲节，我们也为着每位妈妈来祷告，愿上帝的身体健康都赐福在他们的生命，愿上帝带领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你要吃吗？要不要去？你要不要小孩子看吗？妈妈先吃。这是目的。完美。妈妈都不能。